脚劈。翻滚杀敌法，原作里面就是这样，补血之舞。那几只 boss 再打一次，这样子差小。キラマシン。太不拘，然后有一只叫太不拘的新怪。太普居，看太普居进来就开大嘞，看千刀万里杀、啊，看看看你老师吓死我，他妈开大跟他换。回复什么？回复什么？有要为跟来补血的那个石头啊，你那消耗品用是要钱，可是我用完就要补了，所以我要去补，
然后补一次就要几百块，神经病！我妈明明有免费的，我一直在妈用补血，一直用要花钱，舍不得花钱。干，这不就跟你他妈自己煮水就可以喝一样，你硬要去买矿泉水的道理差不多啊？又不是不能喝，效果还一样哎、欸。拜拜，效果一样，硬要花钱。啊，免费的，台湾人贪小便宜的。是不是？可是这是日本游戏啊，日本游戏跟我说可以免费，我才用啊，不然嘞、欸。就古言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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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妈存一堆钱，就是为了在妈 BOSS 战前，直接把最强防具跟武防全部做出来的、喔。BOSS 就跟屎一样劈死他就挂。赚钱是要存，更好不要吃。对啊，直接赚到超猛，然后 把怪劈死就好了，什么都不用管。前面累一点，后面超级爽，跟我以前玩那个恶灵古堡一样。到时候都不用枪了，干什么？灌水都可以灌到他死。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啪啪啪啪啪。就你属于先苦后甘的类型。不，打电动累一点就算了，反正你后面稳定回来之后，看怎么杀什么。你前面让我打个十几分钟的怪，到后面的两三秒就死了，因为前面存了很多钱。笨，我从来没有缺钱的问题，我超会存的。他妈一只怪劈个十分钟也就算了，反正之后他妈他一下就挂了。很好，是不是？像这把剑，我刚刚看到，哇、哦，好像不错呢，30%有翻身，买啦，就直接买了，想都不用想，而且这还很贵呢，这25,000呢，歹佬啊！有钱啊！干，老子有钱呢，怕你哦？老子他妈有的是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是不是？像这个，想要买给那个杰西卡用也没问题，龙鞭。还有这个杖，这个杖可以拿最强的，你可以拿扇子，想拿什么就拿什么。我是猜他妈这一场打完之后还会有、啊，就是还会有新的武防，这个大概是最后一场。全破之后，据说还有一些隐藏的东西，你要去打那个王，然后王会掉另外一张地图，再去打。隐藏的王，他就会给你超级强的武器了。我可以用钱买的就先买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看这傻小，跳来跳去。Jump！ 哎 ，Jump！ 哎，下来下来。下来，飞了翻脸，对，劈翻就劈到回来，劈惨。像这种状况就比较简单，这个人他没有要求保护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一直往那个敌人的地方碾掉。刚刚还有那个史莱姆。金属史莱姆，回来回来，劈死你劈死你，耶、yeah, 劈死了，是不
就是金竹史莱姆，就是那个经验值超多。听说后面洗等级都靠金竹史莱姆，没有王的样子。打死！是这个摆在一起干呢、欸，又痛又硬。连小事这样会挂。双条快出来了，再撑！哪里在哪里？哎、啊，回来回来，就是你就是你，金属斩，干你老师！金属斩，哎，跑那么快，又打不到他、欸，这好像暴击才打到。これほど多くの魔物を操るとは、ラスの力はその支援。怎么样才可以上去打死他？谁走？把那个丑的要命的奇美拉丢掉，无用武道。啊！在最后放一个可以活用跳跃功能的关卡，妈出什么意思？
挑，挑到十。没有了，全部跑下来，找空旷地方打就好。全部都在天上飞，阿嬷，下来下来。还高速真空机，高速真空机，快都被吸进来干，打完了，就是高速真空机的力量，我来看来。よし、これで進めるわ。ヘルムードはきっとこの先よ。とりあえず一件落着ってとこね。ドゥルルルルー。应该是要 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战打完应该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然后就破了。要今天破完还是下礼拜啊？今天破完应该。好吧，今天充足先把它破完好了。那下礼拜就没游戏了。不会啊，我别的可以玩。胖子说他想借这个，我要神子格斗可以玩。对啊，他说他想借，我们都借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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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冲出去把它破完好了。你都不好杀小，你他妈没打到。哦，弗罗拉他妈跳了这么多的，Kyoki 是什么东西 ？Kyoki，Kyosa 是啥桥？干，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是啥桥哎。特殊吗？不知道，看不出来特殊。怎么样？觉得不错的东西都点完了，剩下都是一些其实用处不大的东西。点力量，教书是啥？我们刚挑衅的，是吗？教书还是？お手紙が届いていますよ。指挥力吗？弃用。飘洒气用，这只有多少？对决暗之王，终于要打 BOSS 了，我要去尿尿。还有一个 Alice，你们说嘛？你会怎么办？
暗之王，在我眼里也只是个废物。Oh, money, money, home. Money, money, home. Hilmuda, yo. Yet to me, get out. Kim, sama, oh, much good aside. For a story that Tobias do, and Arimus. Yetu had a signal. Yetu had a signal. You in the Gamidia. Yes, HD72A. Q&A, 異世界のエネルギーを奪い、闇の力を生み出す禁術。世界を闇に染める素晴らしき仕掛けよ。異世界？それってまさか私たちが元々いた世界のこと？俺たちの世界からエネルギーを奪うだと？どこまでも汚え野郎だな。なるほど。貴様らは異世界の住人だったんだな。わざわざこの世界に出向いてくるとはご苦労のことよ。我が術の続く限り、異世界はエネルギーを失い続け、やがてあらゆる生命は死に絶える。そしてこの世界は光を失い、可是抽到就劈他两刀不就好了？你一定要听他废话。貴様らごときに、もはや運命は変えられぬ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。みんなで力を合わせれば何だってできるんだよ。お前を倒してこの世界、いやみんなの世界を救う。俺たちはそのためにここへ来たんだ。私を倒す。倒す。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他妈赶快多笑几声。干，我戏份快没了，赶快多笑几声。来たことは褒めてやってもいいが、そんな状態で我が闇の術と闇の腕輪に。勝てると思うのか？干，我快没戏份了。来，让我多讲几句。いえ、必ず勝てるわ。ええ、たとえ光の腕輪がなくたって、私たちにはあいつが持っていないもの、仲間の絆がある。うん、仲間、死の仲間。私たち、とっても強い絆で結ばれていますもの。どんな相手にだって負ける気がしませんわ。さあ、覚悟なさい。仲間の力ってやつを。你直接把剑放出去不就好？絶対勝つでガス。アシラが勝つ。愚か者どもめ、この後に及んで仲間だの、絆だの、くだらぬこと。あ、王者降臨。なんかやる気出しちゃったみたい。やっとその気になった。然后穿上身。さあ、決着をつけようぜ。正式摆这么大，实际上场不就四个？真正会战斗的就一个。闇の王たるこの私が、じきじきに案内してやる。闇の中へ。切よ。但他想拿不到暗之力量。笑嗨嗨，讲奇怪的东西。
Passus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放在地上会砍人。それでは物足りない。もう少し楽しませてもらうしよう。迷う。とん。そんな課題か。俺の剣の前では通用しないぜ。まずはイビビ。これくらい出しちゃう、出しちゃう。とん。タコが魔物一匹倒したぐらいで随分な喜びを。不愧是暗之王，打起来真的比较辛苦一点。还是打不到他哎。就嗨嗨，干啊！我们的光之力呢？赶快把那个光之力出来劈死人家好啊！而且现在终于看到他二 D 图了，特别炫哎！两颊消瘦，一点都不假。ど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かをね。我は最強にして最後の闇のヘルムード、ヘルムード、世界を支配する真の闇の力を受けてみよう、受けてみよう。力が集まっていきます。皆さん気をつけて。怎么说？哎，可以打他嘞。你先飞呀！哈哈哈哈哈！打到人了，太爽了！好笑，哇，原地！Big Bang！好的，真是好意的。Gigo Burst！这不是法师吗？为什么法师可以要连续施法？不愧是最强的暗之王。